你早，早上的7:30，今天呢5月17号，星期四了，啊，星期四，台北的天气闷的，闷的非常闷的。来来，我们来看一看，今天呢，台湾539，昨天开奖报告，昨天呢，我叫各位昨天要用三支牌，果真不错，三支牌我们就中了30啊，021330啊，只是。第二组牌 B 组牌那个是27，大家误会的是20。有个会员打电话来，我也是糊里糊涂，哎，好像20，我应该是看看单子，那个是27。各位，那个是27，不是20。写20的没中，写27的，下次我要特别注意到这个问题。所以说昨天是 A、B 两组都开胡都中，一个中两只，一个中全车一只啊，全车一只呢赢1100。两只那个赢那个几十块啊，啊，那钱等于说钱1100多啊，快200啊，这个社会就是这样子，一不小心就留神。昨天我要继续用两只，恐怕没用30的话也是输钱。各位这样子，一定要开胡运气杯的时候，当你开胡后，大家都知道我会继续中奖。恭喜各位啊，赚少一点没有关系，不要赔钱。啊，一定要开胡的啊！开胡赌博最重要啊！我们赌了30年，太了解啊！现在第8期开胡，那以后这几期，未来这几期都会好多了了啊！各位，我有把握讲，我们已经赌那么久，前半个月不好，后半个月好，恭喜各位第2次全车中奖。